你吃这个风茶，快点！这这到底是什么？卖公阿婆给你搞的。肺啊，我觉得应该是肺。想什么收视创新高？我绝对有功劳。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什么？不然你就先来800块港币好了。今天想什么 ？Yes。今天呢，我来到了澳门那个地方啦。今天呢，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些比较平常接触不到的，甚至是我都没有吃到或喝到过的东西，就在这一带意式林前地，我们来挖宝。怎么啦？到了到了，我在网络上滑了滑的，滑到一间很厉害的奶茶。太酷了吧！就在这个综合大楼里面，哎，瓦煲奶茶。不带我们去逛一下该谁吗？唔识要啦，因为咧而家全部都卖晒啦。啊？他全部都卖晒。你们粤语要好好学，全部都卖完了。哦。哎呦，三楼，哎呦，还有卖菜哦。哎呦，人很多哦，人很多哦，哎，很多吃的嘞。把它吃完，然后跟他说我们没有买。好好吃哦！你问第二，完了，你吃这个蜂茶，快点！那有那个蛋烧味是怎么来的？你最觉得牛杂蛋超级好吃？他那个蛋烧味是怎么来的？我不懂。我要来喝我的这个什么瓦煲奶茶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这个肠胃真的有点不喜欢，是不是？喜欢死了！真的假的啦？这个肠胃好浓哦，而且它是没有加糖的。如果没有加糖，如果你要加糖的话，要自己加。我的肠胃超浓的啦，超浓。哎，那个老板娘，你再帮我加一点糖啊，加多一点。不是，它的牛杂只有5块，是不是？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。请问一下，你刚刚一直坐在这里是吗？哎。我在有去上厕所，你有去？我回来就看到这样了。精华，你吃粉肠，你先不要吃那个，你吃粉肠，吃完没有粉肠啊？你们讲什么？你吃这两块不要，这两块不要，不好，那味道太重，真的，你不会喜欢的，真的。吃这个蜂巢肚，所以我点了一盘净牛杂，我只能吃这一块。因为该吃的都吃完了，剩下都是不好吃的。没错，恐怕就是这样。我他们自己调味的，这个寿司很不一样。对，它味道很香哎。刚才又再买了一块，味道很特别，很好吃哎。好，不要再吵我了，我来感受，细细品尝这一杯瓦煲奶茶。你有加糖吗？我加两圈的。好，OK。他们强调的这个瓦煲奶茶，应该它，我刚看到它有一瓮在那边熬煮，但是我觉得它这个茶味喝起来比较重一点点，稍微有一点茶色味是比较多一点点的。然后呢，甜度是没有的，甜度没有，应该要自己加。那这位小妹呢，又给我加了很少嘛。我加了两圈呢，台南来的。那我觉得这边还算可以啊。但没有我想象中的那样子的特别炭香味之类的。对，我打饼。打饼，这到底是什么？卖公阿婆给你搞的。肺啊，我觉得应该是肺。卖公阿婆给你搞，好特别。非常特别。你要不要试试看？我不要，真的很特别，这个终于被我找到澳门最特别的美食，就是这个牛肺，哇，好腥哦！刚刚吃的那一口就是我吐出来的，真的，我说的是真的，你跟你还有很香，因为现在是很亲密的关系。假如你生气，假如你生气，有我严肃。想什么收视创新高，我绝对有功劳。你他已经很新了，我还是可以吐出来的。然后我要吐到，你看我很手法，我会吐在一个不该放的地方。对，你好聪明。他骂你。
来，下一个特别的店就在这里。我刚晃过去的时候呢，发现其实整个外观 special 不一样啊。它这边哦卖的是非常传统的，有龟苓膏啦，芝麻糊。你来看它的店，很可爱的，很小一间。好，啊，我要一个，你要有点渴，要喝什么比较好？如果呢，你想要下火啊，那个龟苓膏。好，那就来个龟苓膏。龟苓膏，他说呢，他已经帮我加了蜂蜜了。安诺了哦，整个好蜂蜜，味道很苦，有退火了吗？哦，哇，整个火都退掉了，味道哇，好厉害，好厉害。この味は嘘をついてる味だぜ。ジョルノジョバーナ。它这个口感啊，其实呢，有点像是那种扎实一点的那种豆花感啊。哦，啊，你说像比较薄脆一点的菊络感也有。那当然本身它非常的苦，但是它外面呢淋上这一个蜂蜜，给你一点甜味，有一点龙眼蜂蜜的 feel， 蛮特别的，蛮特别的。我看到这间店很特别，小小的一个店家，然后他写大生宫凉茶，是喝了之后会变成大生，这样吗？很适合你啊。适合我吗？你很需要，因为我平常讲话比较小声。菊花茶是知道的，外感茶不知道。那我要一瓶外感茶。哦。等一下，修哎嘞。哦，真的。凉茶，我还以为是凉的，结果是烫的嘞。他好像把龟苓膏做成水状。等一下，我突然发现声音都回来了。我们都烧工，今日就大喇叭，烧在金巴雅峰，是不是很苦？它是属性是凉的，哦，但是是温热的，对，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广东人不怕苦是什么意思？你们都常常喝这个？对，这就是你们平常的饮料。对，这是不是像龟苓膏？是。你刚刚喝下去第一口，明明看到你的脸很难过。没有那么苦啦，没有那么苦啦。OK， 反正就广东人都会喝这样的饮料就对了。好，谢谢你啊，快喝完了。那为了大家身体健康着想，来再喝一口。把它喝完，不要浪费。恭喜，我们完成了100块台币的苦茶，大家身体都变得很健康，整个都红润起来了。哇塞！拍拍他的脸，我会上后置，脸红。不是脸红，是精神都来了。精神都来了，给我正面，火气也来了。OK， 整个拳头都硬。走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再认真的看一下。澳门的整个街景，我已经发现好几个了。有的地方呢藏在天桥下，有的地方在行道树中间，垃圾桶。好酷哦！他们就会提着垃圾，然后呢丢在这个整个马路边的垃圾场。你看，一开关，你看，哇！然后他们就丢垃圾。哇，真的？真的。这个是在藏在天桥下，然后我刚刚看到的是路跟路中间，超特别的，好特别的。澳门啊，真系好特别嘅地方啊！你看后面的这条巷子叫烂鬼楼巷，其实它本来叫做蓝桂楼，是一个富豪的地方，但是因为它火灾过，烧得稀巴烂，烂到一个不行，所以就后来改名变成烂鬼楼，是这个由来，知道吗？好特别啦！好特别啊，好特别！哎，你看哦，我们在港澳常常来，对不对？可是你没有想到说，它居然有一个夜市，这个地方叫康宫夜市，因为它只有每个礼拜六日才有，所以平常日的话你可能遇不到。这夜市很可爱，它搭了一个小小的帐篷这样，然后有给小朋友玩的，要射气球，你看还有这个钓鱼球的，
很有我们台湾夜市的 feel 哈，很有 feel。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什么？说啊。不然你就先来800块港币好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什么意思？你干嘛呢？就是想要宝贝球。哦，好，非常想。25块一桶，也就是100块。对，跟台湾一样嘛。我们以前小时候常玩呐、啊。哦，记得哦，要这样子，这样子丢哦。好，好，宝贝球来了。注意看哦。哎呦呦呦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快中了，快中了！你就对，一直有没有？有中了，有没有？我就说快中了。你真的很厉害，一颗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还有100。还想要什么？还想要什么？还想要什么？不不，那个行动电源我觉得不错。哪里在哪里？白色那个行动电源。对对对对对，行不行？接近了，接近了，抓一下。哎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没了是不是？哇，好快啊，剩两个。可不可以宝贝球就好？好，宝贝球。最后一个，没事嘛。啊、很厉害啊。对嘛？没有人打得到宝贝球，对不对？他说没有人打得到宝贝球，真的太厉害了。来，100块买了一个宝贝球，开心了吗？我好喜欢哦。嗯。从头到尾一直要跟我要饮料，不知道我就不饿，但我好渴哦、喔。借我喝一口会死啊！好喝哎，好喝。有一些呢，本来就是那个店家，比如说像这个海鲜的店家，到了夜市时间呢，就在外面直接把摊子摆出来，这样也算是一起共同营业这个夜市。然后呢，他这边也有烤肉，就有一点台湾缩小版的夜市。然后他用帐篷来那个当摊位，一摊一摊的，很可爱。没了？还没啊？那我才来逛夜市，才逛个2-3分钟就没了耶。还是我们再走一趟？不行，这样就4分钟。但是我觉得呢，他虽然说这样小小的哦，但是应有尽有。你要玩游戏的啦，你要吃的要喝的了，他都有。对，真嗨啊，好劲脑，好特别的雅琪啊。25块。低消，对，几乎25块，饮料也是，玩游戏也是，对对对，好吗？好 ，OK， 推荐给大家，澳门非常特别的这个一天，下次见，拜拜。